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哎，哇！马上介绍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特别来宾。是。好，欢迎表演者出场。耶！哦。哇 ！Hello。哦 ，Welcome to our show, my friend。耶！W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 name? Use the Mandarin. 我叫汤马志。非常标准。讲完中文之后，好像他中奖了。And you? 我叫 Herbert。Herbert。Yeah, you got it.我叫 Herman。Herman。好酷哦，好酷！哎，哦 ，very cool，it's very difficult。哦 ，very difficult。What's your name？ 我叫 Leonardo。哎，我叫 Gerardo。哎，所以我叫佐坦。佐坦，佐坦，佐坦，哎。最标准的哦，最简单的就是左坦呐，对对对对对，我这个困难了，哎呀，这个好难哦 ，difficult，very difficult，very long， 哎，我叫 Willy Folider， 哎呦，Folider 讲得好，哦，非常标准哦，对啊，他而且他们都很帅，太好了，请问啊，他们七位。今天是要表演什么？表演什么？光介绍完中文就知道了吗？他们是个团体，直接讲。哦，这个 team 啊。他们要表演什么呢？要开始猜了哦，开始要啊，这样就要猜了。他们就是 model。OK， model。走秀，走秀。每个都活动灵活，一定是 man power。man power， come on， yo， come on， yeah， come on， yo， come on， wrong， 哎呀， wrong， 哎，我知道，看起来体型很像一个职业的人。什么人？驯兽师。驯兽师，驯兽师，哎呀，剧团的那种。I think it's close。驯兽师。The answer is very close。哎呦！哎呦！哎呦 ！Run！Run！但是为什么你们猜到每一项他们都会表演？而且都有专业的水准呢。Can you give us some a little show? A little show. Little show. Okay. Who gonna be the first? Are you? All together. 哦，大家一起哦。好，再给你们一个暗示。对对对对，看他们到底做什么。哎呦，这个暗示有点特别哦。是不是？大家注意看。哎呦，围成半圆弧。好，别讲。有一个没带，然后没有带家伙，那怎么办？怎么办？哇！罚站，罚站，面壁思过，好可爱。好，来来。
这怎么办啊？回不来了。You know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 wrong. 对喏，动快动快 ，OK OK OK， 哦 ，No problem， OK。他有点像这个染了头发的九孔。酒窝头像，真的有一点像酒窝。所以他们要，我跟你讲，他们刚刚是用鼻子在吹耶。对啊，对，哇，那气不够会昏倒哎。对，但是飞哥他们吹出来的旋律跟他们的和音啊，其实还真的好像真的很有准吗？很准，而且每个人的那个呼吸的表情是不一样，很 cute。对啊，哎，这样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开始猜了？这就猜了。他刚刚已经给你们最明显的暗示的，用抢答的是谁？赶快去说就好。防止你发现，他们一定是很会运用气，那应该是口琴。很接近，很接近，很接近，很接近哦，很接近。哎哎，王菲，应该是吹喇叭。哎呦，吹喇叭。确的说法是铜管乐团哦，好，来自维也纳的爆笑七先生哦，七位，原来也是搞笑的啦。现在我们来欢迎爆笑七先生的表演。